近日，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举办方又一次被肖战的气质和颜值所折服。在官宣肖战当选为冠军明星的同时，直言优秀的肖战要给全世界看。这一番话可以说是给肖战的极高认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举办方还用24字寄语表明心志，都是对肖战的称赞和夸奖，感天动地，让人为之动容。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举办方用长相精致、艺术气息、挺拔身姿、硬朗优雅、时尚帅气和低调儒雅24个字表达了自己对肖战的看法。不得不说，用来形容肖战非常贴切，肖战也配得上。另外，在最后，举办方更是直言优秀的肖战要给全世界看，这话说出来丝毫不夸张。肖战本身就是一位在海内外都具有很高影响力的优质偶像，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表达了感谢，感谢平台对肖战的认可和鼓励，相信肖战一定可以继续努力，坚守初心，创造出更多的好作品和舞台。事实上，类似的荣誉肖战都数不清楚拿了多少，这些都没有让肖战迷失自我，恰恰相反，肖战很清醒，很努力。总之，恭喜肖战，感谢认可。作为肖战粉丝小飞侠，会继续陪伴在肖战身边，为肖战加油打气，祝福肖战一切顺利。如今的肖战还有三部热门待播剧要定档，不同风格的角色都让人无比期待，自始至终相信实力派演员肖战，肖战不见不散，迫不及待想见到优秀的肖战，一切顺利。